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，它其实都是酵素蛋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水人生的小莫。我们今天呢跑到了彰化的 JK 发廊，邀请到了一个企图受损并且有漂过头发的一个模特，我们要来实测二烯原萃丝蛋白洗发露，洗到这么受损的头发有什么样的效果？先让你们看一下，我们洗发精是长什么样子。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，它都是酵素蛋白。我们头发97%都是蛋白质，染啊、在烫啊，哪怕是假电棒，在外面阳光紫外线的伤害，都会让我们的养分一点一点的流失。既然头发97%都是蛋白质，那我们就补充它蛋白质啊，只会越来越好，浓缩再浓缩。看到，不仅仅只有酵素蛋白，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解小麦蛋白、含丝蛋白，超级。待会我们就直接把它吹干，不用任何的离子夹、树脂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只是用洗发精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子。把它吹到干的效果，光泽感。点选下方链接，直接把二烯丝蛋白的洗发露带回家。我们小哥，谢谢。